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农历正月初四，碰巧也是这个立春，在华人风俗里面，立春踏青是一个好意头。立春踏青有助身体健康。立春是农历二十四节令其中之一，所谓的立春有春之节气已开始的意思。大满华人一般上对于立春还是挺有印象的。大满华人会在立春时所做的事包括了立蛋和踏青。民俗专家建议在立春时踏青，所谓的踏青就是脱掉鞋子，直接赤脚踏在草地上或土地上，用自己的身体来接收大地的三阳开泰之气。传说在立春踏青后会让你在接下来新的一年内身体健健康康的，顺便吸取三阳开泰的气来开运。大年说我们将它赶走，红鞭炮好一场场久久，东北烧真的越来越优秀。新年到说一声新年好，全来了闻着你的心跳，准备好我们开始向前跑。我现在来到马六甲，是来到青龙宫最新打卡景点。我们将它赶走，红鞭炮好运长长久久，龙的手指越来越有效。新年到说一声新年好，春来了闻着你的心跳，准备好我们开始向前跑。生活攀过一高又一高，也失去勇气我们站稳不倒，那份不屈不挠正在闪耀。将它赶走，红鞭炮好运长长久久，龙的手真的越来越优秀。新年到说一声新年好，春来了闻着你的心跳，准备好我们开始向前跑。
年到，说一声新年好，春来要闻着你的心跳，准备好我们开始向前跑。新年好，春来了，闻着你的心跳，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向前跑。